与火辣女巫对战的动作游戏 Witch Souls， 我们要深入地城，无止境的打怪，赚取灵魂，升级武器，或是购买新英雄。游戏有个特别的地方要注意，虽然每位英雄都有两把武器可以使用，但如果一直使用同一把武器，就会让它暂时坏掉，所以别忘了战斗中要一直切换武器使用哦。到了每一个地城的最后，会随机出来一个超辣的女巫，她们每位都有多种攻击方式，威力又大，玩家们可别盯着人家看到忘记躲招咯。